小说叫《弑神》，因为作者叫陆空文。我老板觉得，这个小说直接影响了他的健康。找到陆空文，杀了他，别辜负我们的信任。 反正不是凡人，这小说是你写的，那你就能改变那个世界。十八圣人要你死，你就没有道理活。十八鬼，我是来杀你的。